早上起来呢，我习惯先喝一条益生菌，唤醒肠道活力，更好地从食物中获取营养。我们今天早餐来煮拉面。早餐前呢，我还是选择再喝一杯诺丽果汁，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、矿物质和维生素。那我平时呢，主要使用的是爱多美艾诗洛特真眼系列。那爱多美的其他系列的护肤品呢，我也是根据皮肤状况进行调整使用。那我目前使用的是爱多美艾诗洛特真颜系列。那我习惯用完我们艾诗洛特里面的安瓶，再用集中修护安瓶加上美容仪的导入，让有效成分更好的被皮肤吸收，让我一整天的皮肤状态都特别的好。早餐以后呢，我选择补充爱多美的各种营养素，满足一天下来身体的营养所需。美好的一天开始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左右，我这会儿呢选择喝一包焕丽饮，为我的细胞注入活力。那中午饭前呢，我习惯吃2条青苹果，帮助瘦身，维持好身材，非常的美味，也非常方便。那现在呢是下午的4点多钟，我们刚刚开完分享会，服务完顾客，这会儿呢身体有点困乏，特别需要一杯红参。每到这个点呢，我就会主动的给自己冲一杯红参。晚上睡觉前呢，我会选择再补充一只胶原蛋白，睡一个美容觉。
Thank you.